因为这个地方它要推动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那推动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在台湾它没有潜力可循，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势必要找到很多很多的建议，很多的创意。那我是这是第二组的平常的食用的东西跟我们在吃的东西是不是跟文化也是有非常重要的相关性，这样不只是在生活上，那所以吃的上面我们想把平常的吃的文化的东西放在它的日常当中。